就是我们这一位，我们本团里面六月学里面年纪最小的，今天就是他的生日，今天已经高寿81岁，18，啊，看错看错看反了，拍谁拍谁，18岁的是我们的邦邦，来帮我们请您打招呼。这一支乐器叫做是二胡，哎呦，二胡就是它了。对，哦，蓝胡是啊，没有蓝，还有炸胡，没有，那是麻将。哦，那是麻将是吧？对，哦，不是乐器啊，哦，跟二胡没有关系啊，拍手拍手，这我不懂啊，本身不是学音乐的，这就是门外汉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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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邦邦要用这些二胡稍微搜罗一小段，让我们所有客家文化馆的贵宾了解一下我们二胡的音色，好不好？节目是一段接着一段，要呈现给我们所有桃园县客家文化馆的所有的贵宾。我刚刚看到是六月学的邦邦，那接下来这一首就厉害了。欢迎我们另外一位，这一位他负责的乐器就是，他的负责的乐器是麦克风，麦克风啊！哎呦，今天是要表演胸口碎麦克风是吧？胸口碎麦克风，来睡一下，睡大声，小，这个是我们六月学的阿娇。阿娇在我们六月学里面负责的项目是三弦。三弦啊，哦，你这次三弦很特别，是隐形的，这样。不是，是等一下才能拿出来。等一下才能拿出来，好戏在后头的意思了。是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？那你不拿三弦，那你出来，我们是要表演武术，这样。唱歌。唱歌啊！刚刚讲到我们六月学能歌善舞，现在要表演歌唱的项目了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六月弦全体团员为所有贵宾带来的表演曲目是《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》。Let's go， 六月弦。只有你，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，是天不假。
这有啥？